你看，国俊老师还在游戏嬉戏着呢，跟粉丝们正在嬉戏中。你看，他们在享受泼水节的乐趣。都拍到了吗？都拍到了。哎，我忘了看后面了。你应该看后面啊，我在前面。宋轶在哪儿啊？我以为是宋轶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不能说话了。哎，可惜了，咱们肯定这把输了。对。